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没有经过化学的剂量呢，它是原来本来的面目啊，本来的味道，哎，原来的本质没变，吃下去啊，吃到人肚子里头啊，什么力量就是什么力量，不会退，吃到逃到这个地方就停在这儿，绝不会像西药似的唰又退回来，不是那个样子。因为什么呢？这个种月没有经过这个化学提炼，哎，那么至于不卫生或者是不卫生有不卫生的，是看表面是不卫生啊，实际上这个月呀、也经过这个月殿里头炮制，该有毒的已经把毒来消去了，哎，该这个是炒的也炒了，该治的也治了，哎，该拿水洗的已经洗了，哎，就是这样的。这中医呀、中国的这个医学是一个整个的。怎么说是整个呢？药性、脉学、扎针，就是扎针就是含美国化学阿斯含球的。那么是你要是会扎针不会好脉，这个针往什么地方扎呢？没地方扎。假设说你会下药也不会好脉，也不知道是下什么药走哪一经。就算是你会好脉也会下药不会扎针，不知道这是哪一经的病啊。人家说这个手指头麻，这个手指头麻属哪一经，这个手指头是哪一经，这个手指头是哪一个经，这个手指头是哪一个经，这个都不同啊，五个手指头不一样啊，五个脚趾头也不一样啊，对吧？五个脚趾头也是五个经啊，不同啊。要是大脚趾头是它是麻，你要是不懂的话呀、假设说你就是我会光会好脉光会下月，不知道这是哪一经的病也是不行。所以学这个中医啊是一个整个的问题。现在差不多啊，上美国来的很多大夫啊都没有很太学，就学了这个一年半载，学几个月就跑这儿就来扎针。美国人不莫名其妙说这一扎就好了，哎，实际会不会了也有的可以说是会的，也不少。但是啊，糊里糊涂糊弄美国人的也很多，不是没有啊。那么我呢，我本来我在台北啊是很好，我不愿上这儿来，我就看了看呢，在台北呢上这儿所有来的这些个大夫啊，都是半瓶不够一瓶，乱逛的，什么都不懂。现在是一瓶，我也是半瓶，就是那么逛的。我这么一看呢，不太好，所以我也上这儿来。我上这儿来目的是什么了？我就是为的是想着把这个中医医学呀讲一讲，就是我还是想着这个。可是没有人听，说起来这个学是很难学，这个中医非常的学很难学。你看我身上所学的这个东西啊，放你30年，你学不完全，你学不出妙法来，得下去得好，见效效能。会不算呢，不是我会了，会这个不算，这要有效果，就好像在学这个佛法，这要有神通，这个妙法你不好学，学起来这个中医啊，很乱很乱，很费脑子了，不是费一点点就算完了，而不过就是反思啊，就是开始一学，那么顶到现在了，这个世界上呢，西医啊跟中医啊眼看就混合在一块了，那么西医啊也应该有中医的常识，中医呢也应该啊学习西医的这个优点，这样的。好，现在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月性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月性啊
原来啊，这是好几百年以前，总在千数年、一千年以前了，这个是定的，不是现在定的了。因为什么呢？几千年、一千多年以前住的这个树啊，现在啊也有可以用的、常用的，也有不常用的，同时还有新增加的这个月，不在这个里头还有，哎，这样的。那么过去这个住的这个。几百年以前住的这个月书呢，就分为四种了。分为四种，一种是寒性，寒性是最凉的，吃下去就是很多么热的病，吃下去就把这个热就去了，这是一种寒性。一种就是热性，热性就是人身上发冷，吃下去就热了身上。哎，一种是温性，温和性，温柔的，哎，一种。再一种是平和的，平衡的，分为四种。好，就是今天是提这个热性来讲。这个大热的这个月啊，总是差不多呀，要在这个立冬以后啊，用的最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时期是秋，要明后天就要立秋了。一立秋之后啊，就是用这个温药。哎，所以温呢，就是温暖的。热了就是大热的，哎，大热就是抵抗凉的，这样子，哎，所以要有温热，啊，有这个温和的，有热性的，哎，是两种，温和的呢不是太热，就是温暖，哎，热性的就是直接的很热，哎，吃的人把这个月吃下去啊，就好像人穿了一身皮袄一样，不冷了。管怎么冷不冷了，天气多么冷，下雪天气不冷了，就这么快。但这事呢一般没有用过的不知道，所以有的大夫啊对于这只很激烈的药他不敢用，因为什么呢？看不透这个病，审查不清这个病，没有这种临床的经验，所以他用这个药的时候啊，老是啊糊里糊涂的混合糊弄着用，那样子这个大夫啊就不算个大夫。所以啊，遇温中以避薄呀，这个避薄是个热性，但是是在这个临床治疗的时候啊，吃这个汤药的时候用这个很少，不太常用。哎，在我小的时候，这个避薄干什么使唤了？只要牙疼啊，把这个避薄含一块，哎，就好了，这么样用法。哎，用汤药熬汤药吃的时候很少。哎，这是避薄。哎，用法散以生姜，生姜呢就是咱们吃的那个做饭做菜使饭的用的那个姜，生姜。哎，生姜是能散寒气，能开通。什么叫开通呢？如果要是生姜跟板下吃下去能开痰嘛，但是叫板下自己吃下去啊，它开不开，非要生姜才能唰就开开了。这个是板下跟生姜合在一块吃下去，板下能化痰，生姜能开，唰就开了。哎，这个法子的就是这样的妙法。哎，那么假如说用出汗的药了，你使唤上生姜了，这个毛孔眼来用上出汗的药，这个毛孔眼唰就张开了，你不用这个生姜啊就发散不开，就差这么一点关系。哎，五味子，紫苏痰，茄子渗水呀。五味子，怎么叫五味呢？五味就是甜、酸、苦、辣、咸五种味道。这种月的这个子啊，它是容易的，是圆的，黑很黑的圆子。你吃的嘴里你吃吗？甜、酸、苦、辣、咸五种味道都有。那么这五种味道它是怎么个用？怎么有什么效果呢？这五种味道啊，能可以通达人的心肝脾肺肾，能通五脏。所以五味子，紫苏是通肺了，肺里头咳嗽吗？人这么一咳嗽，就是肺里头有毛病了。哎，这底下说的是肾水，肾水呢，肾居于下，肾就是人的两个腰子，那就是肾。肺居于上，肾居于上下，一在上一在下，中间呢
脾脏了肝脏那就不用提了，那都经过了吗？所以无为子啊，直素贪，邪自胜水啊，上能直素，下能补肾。哎，肾水是怎么叫肾水了？你们自己可以体验了。你每到了十二点的时候，你口吃发干了，就是肾亏。你们自己大家可以想一想，到了十二点的时候，你嘴里头口吃发干不发干？如果口吃发干，你就肾亏了。肾亏是怎么样？就是耗塞过度了，就是这样的，那就叫肾亏。哎，这底下是说温拿其呀，温拿其了牢记，更壮渊源。温拿其是什么了？人温拿其啊，就是这个中国话叫那个海豚呢、啊。美国人不是那个海豚不是跳这个圈吗？唰就跳过去，就海狗啊。哎，温拿其就是海狗的那个样子，那就叫温拿其，那个东西是大补的。哎，人因为吃完了那个，人的这个肾脏很有劲。很有力气，能可以补人的这个肾脏，能可以加强人的这个体力，是非常的好。在补药之中啊，这个温拿其是最壮阳的一个药，更壮阳炎元阳嘛，能壮阳。哎，讲起来不好听了啊，就讲到这儿，再翻的再讲。你这个翻译就费了很多困难，因为这样子，那么现在我还来接着继续讲。元府川胸驱风使补血清头，这个川胸呢、这一味药它治风湿的，去风湿，要是有风湿的病用它可以帮助去风湿。那么单单这一味药可不可以呢？这个中药啊有君臣佐使，哪一个为君，哪一位要为臣，哪一位要为佐，哪一位要为使，这是应该有的。所以啊，很少用一味药来治病的，除非啊有一种病这鼻子都黑了，单单用一味就是人参，这叫独参汤，这一味药啊能以起死回生啊，用这个一两人参啊，可以啊把这个病治好。那么其余的每一味药很少单单一味药来用的。补血，它能补血又能清头啊，头脑不清楚啊，或者有什么毛病啊，它都能啊给清楚了它。续断治崩漏，易经墙角，续断这一味药啊是治跌打损伤啊，应该有的。跌打损伤为什么它叫续断呢？就因为你这骨头啊要断了，它可以给你接上，你这个筋要断了，它也可以给你接上啊，所以叫续断，就是接续起来啊这个断的，这是治黑红伤啊，少不了的这味药。黑伤啊，红伤就流血过多了，黑伤啊这中毒了，流血又中毒了啊，变成黑色。那么跌打损伤，回的跌倒了，回的被人打，把骨头打碎了，用这一味药啊可以把骨头也接起来。给他损伤，易筋强脚，他能对这个筋能帮助啊。你脚软，有的人年老了就脚软了，走路啊脚就迈不动步了，你想往前迈步他往后走，他能帮助这个脚软，一斤强脚。麻黄表汗以撩咳逆，麻黄这一味药啊
啊，也是热性，它能表汗，你要吃了它就出汗。有的时候啊，要是伤风咳嗽啊，要是发表啊，发表，就是令着人出汗，这叫发表。通理呀，就是令你这个大小便通顺了，没有大小便呢，要通这个大小便的通理。这一味麻黄呢，它是发表用的，那么所以说麻黄表汗，表就是发表，出汗。以疗咳逆，也是啊，有的咳嗽，肺部有病呢，它也治的。九子助阳，而一白灼，九子就是韭菜籽，韭菜籽啊，它助阳的。有的人一听说九子助阳啊，买一点韭菜籽来当饭吃，这帮助自己这个阳气了。这个阳啊，就是肾，凡是医书上所说的这个阳，多数是指的肾，肾经，肾亏了，叫阳亏了，阳亏元阳都是这个。那个不是我闻那其了牢记更壮元阳吗？就是这个九子助阳，而一白灼，下边那一句是什么？穿无破迹啊，是不是穿无破迹？穿无破迹啊，有消痰治风痞之功。穿无这四川出的这种乌这个有川乌草乌、何首乌，很多种乌，这是四川出的，叫川乌因为四川那个地方呢，出的药材都是特别有功效的。四川呢，那和中国旁的地方不同，它那个地方得山川水脉的灵秀天地终究的这种的灵异的气候，所以那个地方出的药物都特别有功效，是不是啊？明义法师，那个地方出的药不同的，是啊，你听他说是啊，你们都不知道他说什么。穿无破迹，有啊寄具呢，就是啊，回得有痰在这寄居的，回得有这个石在这寄居，穿无破迹，寄居啊，就消痰治风痞之功。这个风痞呀，这个地方呢，这个风痞就是这个皮肉的地方有的不知道痛痒了，他那个肌肉好像死了似的。消痰治风痞之功，天胸散寒，为祛湿助精养之药，是不是啊？天胸，这天胸呢，也是一种药材。究竟什么样子呢？问我，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就是天胸啊，散寒，它能去寒的。为祛湿助精养之药，助精养，精养也就是补肾的。我现在给你们讲呢，就简简单单的，本照我所知道的，那么给你们说一说，我不要讲的太多的意思，因为也占太多时间。官夫川交达下，干江南中。官夫川椒达夏，川椒也是一种药材的名字。达夏，它能通达下焦。这个凡是胶质类的，它有一种辣性，一吃的它就通其窍。川椒达夏，干姜南中。干姜，俺们吃这个是生姜了，有干姜，有凉姜。姜有很多种姜，干姜呢，南中，中呢就是胃，温胃的，胃有寒呢，
干姜呢这可以可以帮助一点，干姜难中。葫芦坝之虚冷之山气，生倦白破蒸弦而血痛。我这没有本子啊，我所以念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是无本先生，我这个先生是没有本子的，讲经也是多数没有本子的。葫芦坝是那个有一种葫芦啊，那葫芦那个就是那个蚁坝，那个坝治虚冷之山气啊，治虚冷虚又冷这种山气啊，这个小肠山气啊，这种山气病。生倦白破蒸匣，生倦白呀、啊、这种药破蒸匣，就是有血蒸，有这个气血不通，这蒸解住了，蒸解住就像那个，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水渠，那个水渠水不通了，堵住了，你人身这个血脉呀、啊、也不通了，它堵住了，因为堵住有的时候就会生啊脑溢血啊，这个七孔流血，它为什么呢，就因为血不通了，它所以从这个耳朵眼睛鼻子舌头啊，就是口里啊就出来血了，这七孔流血啊。那么破蒸匣啊，蒸解住了，匣都是啊在内腑里头有一种的不通的这种病症啊，而血通，血脉就流通了。生倦白破蒸匣而血通，白珠消痰痈温胃，兼止吐泻。白珠这是一味胃药材，它消也去痰的，去痰痈，痈啊有这个痰在胸膈这个地方痈塞不通，温胃，它又也是暖胃，而止吐泻，吐泻也会止住了。有的翻胃啊，常吐啊，又泻啊，这个呢，白术可以管这种病。菖蒲开心气散冷，更治耳聋。这个菖蒲啊，它里边好像是空的，有的，有多少空的？开心气，有的心气不通，心里啊很不舒服的，它能开通心气，散冷。又能啊散寒，散去这个寒冷，更治耳聋，这耳朵要聋了，用菖蒲这味药材可以治耳聋，治耳聋的。丁香快脾胃而止吐逆，丁香能啊快脾胃，吃了这个能消化不良，快脾胃，令这个脾呀、啊、胃啊消化顺利一点，而止吐逆，吐啊逆就是吃了本来它应该向下去，应该消化大便，现在吃了它不消化，吃了就吐出来，这叫吐逆。那个吐泻就是又吐又泻，又很多大便叫泻，又吐啊，上吐下泻。这种病呢都很危险。白术消痰痈温胃，兼止吐逆，菖蒲开心气散冷，更治耳聋，耳朵要聋啊，这个菖蒲是管治耳朵聋的，它通阴声的，它也就好像那个菖蒲这个药材呀、啊、大约就像那个调节阴药的那个东西似的啊，所以它通阴声的啊，更治耳聋。丁香快脾胃而止吐逆，良姜治心气痛之宫冲，良姜也是啊，这个姜用一种炮制过了，它叫良姜，治这个心气啊，心气痛啊，这宫冲啊，宫这个心呢、啊、很痛的，怎么样，常常好像对这个心来有受一种打击，这个有这种感觉。良姜治心气痛之宫冲，入葱茸偏精益肾，食硫磺
难为驱虫，肉从容呢能填精益肾，也是补肾啊。石硫磺难为驱虫，这个有一种药材叫石硫磺，石硫磺啊它难为的，也是温胃驱虫，这个肚子里有虫啊它可以杀虫的，能把这个虫啊赶走了它啊，驱虫。胡椒主祛痰而除冷，青椒主攻痛而治风。有一种叫胡椒，就是你们天天吃饭那一个小瓶里头倒那个东西叫胡椒啊，主祛痰而除冷。你吃一点它没有痰了，也没有冷气了啊。青椒主攻痛而治风，青椒啊治痛治风的。无茱萸疗心腑之冷气，灵砂定心脏之正冲。有一种啊药材叫无茱萸，无茱萸啊治心腑的一种冷气。灵砂定心脏之正冲，灵砂这种药啊，你心里要是常常觉得正冲不安的，觉得精神不正常，这个灵砂可以治你的心里这种正冲不安的毛病。今天就讲这么多。这个概夫两个字就是做文章的一个起的语气，这话说完了，那么没有什么说的了，所以用概夫两个字啊，把这个事情又提出来，说概夫，说大概的散肾冷，这个肾经啊要冷，就肾寒，助脾胃，能帮助脾胃消化。这用什么药呢？用这个碧荡茄，这碧荡茄就能去肾寒，助脾胃的。撩心痛破寂聚，撩心疼，这个心呢有的时候会痛，破寂聚，有这个食寂呀，吃东西呀不消化，在那寂聚在那的啊，这个或者虫剂啊，生虫子也会有寄居，或者这个气血不通了也这个寄居，就是啊在身体里边呢这个血管子它也不通了，寄居，有的在肠胃里它寄居不消化，破寄居，能把它破了它这个寄居啊，就好像一块一块啊的东西能把它破了的，用烹恶煮，用烹恶煮这个这一味药材。朔砂治冷泻安胎，朔砂呀治这个寒泻，这个泻也有热泻寒泻，属于寒泻的就要用这个朔砂。安胎，妇人呢，有胎，在肚里头，她说这个胎呀，不平安，不稳，用这个来安这个胎，用这个药，化酒湿之剂，人要是喝酒喝的太过了，或者呢，吃东西吃的。不消化了，这个它都可以给它消化了，化酒湿之剂，这个药。附子疗虚寒烦胃，这个附子这附子这一味药啊是虚寒的，要是真实的是寒呢它治不了，虚寒烦胃，
有的时候呢就常常打饱嗝啊，吐酸水这一类的病呢它可以治，壮元阳之力。这个呢这个附子它能啊增加人这个元阳这种力量，元阳呢也就是补肾，令这个肾呢不亏。白豆蔻治冷泻，疗痈止痛于乳腺。白豆蔻，这个白豆蔻啊是治冷泻，也就是寒泻，泻肚啊你常常到厕所去。疗痈，疗这个痈部，这生疮啊止痛，痛得很厉害。这个用乳香，乳香啊就是止痛的，或者被枪伤了，跌打损伤啊，这都应该用这个乳香来止痛。红豆蔻止吐酸，消血杀虫于过肝气。这红豆蔻啊，你总常常加点吐酸水，它能止住啊这个吐酸水，也就是治胃病的。消血杀虫于过肝气，能啊消这个水呀、消这个血杀虫，能啊肚子里头有虫子，可以用这个肝溪，肝溪是杀虫的，但是这个药它不能用多了，用多都会杀人的。岂不知鹿茸生精血，你应该知道啊，这岂不知，你岂不应该知道吗？鹿茸生精血，这个鹿茸啊，就是那个鹿那个犄角刚长出来那个鹿犄角叫鹿茸，你看长大了呢就叫鹿角了。这个鹿茸啊生精生血的，鹿茸生精血，腰脊崩漏之君补，腰痛啊背脊痛啊，或者女人这个崩啊漏啊，就是月经啊不正常啊，它可以啊治的，可以啊令这个月经正常。崩以前讲过，点滴而下名为漏，忽然大下谓之崩。女人这个月信呢忽然间啊来的很多，不到来的时候它就来了，这叫崩。要是啊一滴一滴的它来，这叫啊漏。这个鹿茸啊会治这个病的。菌补，菌能啊把它做治好了。虎骨壮筋骨，那个虎骨头啊这味药材它能啊强壮人这个筋，强壮人这个骨。寒湿毒风之病区，有寒湿啊，有这个风湿啊，或者中什么毒啊它都可以治的。檀香定火烂，我们烧这个檀香啊有火烂病，火烂病呢就是上吐下泻，就是火烂。而心气之痛欲，这个心里边呢有的时候有痛啊，这个檀香会治。鹿角蜜精髓，鹿角
就是要鹿的犄角逆精髓，它可以保持人这个精和这个骨髓不是随便走的，逆就是啊令它不那么容易走，鹿角逆精髓而腰脊之疼疼出，腰脊你譬如腰痛脊背痛，这个吃这个鹿角啊，这个腰脊这个痛啊就会没有了。消肿益血鱼米醋，比如说什么地方肿了，你用这个米醋，就是说用米造的这个醋，它能益血，增加这个血分。下气散寒于子苏，能下气又能散寒，用这个子苏啊这种药材。扁豆猪皮，扁豆啊就是我们吃那个那种那个那个豆角那个豆子，猪皮它能啊帮助这个脾。宰酒以行药破血之用，麝香开窍，栽葱为通中发汗之区。那么这个酒啊，吃药的时候吃中药的时候加一点酒来做这个药的名字，他领着这个药啊到这个经络去。所以说宰酒有行药破血之用，它可以啊破这个积聚的血。麝香开窍，麝香啊是开这个气窍的，你哪个地方要气不通啊，它就可以给你通了，这叫开窍。栽葱它就能啊通中发汗之区，这个葱啊也是能你呀、打通你这个气血把各处啊都给通了，那又能发汗。你要是发表的药啊一定要是用葱来做引子，栽葱为通中发汗之区。这种做药材的不一定不需要杀那个鹿，这个鹿啊刚出来，那个鹿角刚出来那叫啊鹿茸，鹿茸呢那还没有变成犄角，就是那里头完全是血，这个鹿的角啊它是已经变成大的角了，这不是一样的。鹿茸就是那个鹿角刚出来生有这么长的时候，那个鹿角已经长大了，这用这种药材呀不是把那个鹿杀了，就单单药材那个角。修刀的人呢就是杀不杀鹿啊，那么没有必要的时候不用这些东西，免得和这个众生啊来解怨。那么一般为了治病啊，这它是一种药材，那么一般人不单杀鹿杀马杀牛他不用药材他都杀他们，好像那个那个打鹿的打围的那些个人那个韩廷这个团体韩廷 Capulation 是什么东西，是 Committee 他们那个常常去打鹿吃那个肉，这要是按戒律上讲这什么都不可以，但是现在讲这个药性赋不是讲戒律，是一般人所用的药材。这个鹿角和鹿茸啊这都是大鹿的身上，
赶那些小鹿，那个小鹿那又不同，又不叫这个鹿角鹿茸了，那叫麋茸。那小鹿很小的那个小鹿啊，那个小犄角那叫麋茸，都不同叫法。还有谁有问题？这个人吃药是要有病才吃，没有病你吃药，那是就是增加你的快一点的死亡，这个是一点一用处都没有的。所以吃这个快药的人呢，那就想快一点死。赶这个麻黄啊，它是一种发散的，发散就是你这个身体里边有一种冷气，或者有寒，搞得靠的，就要出一点汗，它是表汗的，叫你要出汗的。你要没有这个不是伤风啊感冒啊，你吃那个吃的身体啊这毛孔都开了，这很容易随时都会有病的，这是对身体完全没有好处的，不可以拿它当茶来喝的。就是治病也不是单单用那一种药，有很多种药啊，聚合到一起才可以的。单用那一种药啊，人受不了的。参观五灵尺是崩漏，以血气之刺疼。麒麟节止血处，了金疮之伤者。参观五灵尺是崩漏，以血气之刺疼。这个五灵尺啊，这一味药材，它也可以治崩漏。又能以治这个血气的刺痛。人这个身上有的时候它自自然然的就好像被针扎的那么痛，这叫血气之刺痛。这个五灵尺这一味药能治这个病。麒麟节止血处，了金疮之伤者。这个麒麟节这一味药材，它能止血的。你这要是或者被枪打了，或者被刀伤了，这叫金疮，就是被铁器打伤的，这叫金疮。是伤者，你上这个麒麟节，这血就不流了，不流血了。这是了金疮之伤者，伤就受伤了，折就断了。麋茸壮阳以助肾，麋茸就是那个小鹿，那个鹿。刚生出来，不到半年的，这叫麋茸，茸啊，就是那个小鹿的那个犄角，前边不讲鹿茸吗？鹿茸是大鹿，现在麋茸就是那个小鹿，鹿崽子，那个鹿的孩子。叫麋茸，这个东西呀，壮阳，壮人这个阳气，能帮助肾，帮助肾经。当归补虚而养血，当归啊，这个气血不正常了，它不按着那个归道去循环了，又是或者血虚，或者气绕。
那么这个当归是补这种血虚的，而养血又养这个血脉，令这个血脉呀走得很正常。乌贼骨指带下，乌贼骨这一味药材呀能治这个带下，带下就是妇女的一种病症，流血不止，这叫带下。泻出崩漏木翳，又啊能治这个崩漏，也能啊治眼睛的有这个翳子，有一块啊这个白的东西，翳子。鹿角胶助血崩，鹿角胶这一味药材啊，它能治这个血崩，流血不止，也是妇女的病，能补虚累劳厥，它又能啊治这个虚累，就是很瘦的，很虚很瘦的，劳厥就是五劳七伤啊这个劳病，它都能治。白花蛇治瘫痪，有白花蛇，这白花蛇呢是治瘫痪的，出风痒之涎疹，它能啊治这个风痒，有一种啊风病啊，它皮肤非常的痒，常常啊出这个癣出疹，这种的病。乌梢蛇撩不仁，这乌梢蛇呀是治这个不仁的这个病的。什么叫不仁？拿也拿不起来，拿也拿不起来，这叫不用。不仁不用，这都是啊有风湿病的一种表现。要是厉害了呢，就会有半身不遂。半身不遂呀、就是瘫不伪症。瘫痪伪症。这都是有风湿来的。这个乌梢蛇呢能治这个不仁不用。了疮疡治风热，又能治这个疮疡，就是生的疮这一类的病，那里头有风有热它能治。秃鲸云，乌药治冷气之理，瘀凉乃了崩漏之因。巴豆利痰水，既热足火了诸风，不论酒心。秃鲸啊就是本草，本草因为它有这个药草的图案，所以啊叫秃鲸。云也说了，乌药有治冷气之理，这个乌药啊在这个山里边有冷气，它可以治这个冷气。瘀凉乃了崩漏之因，瘀凉怎么叫瘀凉呢？这种瘀凉就是一种好像土似的，但是它可以吃。据说大禹王治水到这个深山里头啊没有东西吃了打饿气也受不了了，也不能打饿气了，那么以后就吃这个东西活的，要不然的时候就会饿死，所以叫余粮。余粮就是多余的这个粮食，言其没有预备，这是多余的。这是这禹王治水呀发现这种药材。乃料崩漏之因，它可以治妇女这个崩漏的病。八道利痰水，八道啊可以
是一种呢，通理的一种药，它可以泻毒，但是啊，要有痰，吃着它也能把这个痰消了，利痰水，能破积热，它在肚子里边呢有一种积热，它能啊给它通顺出去，能打下去。毒火了诸风，不论酒性。这个毒火啊，这一味药能治这一切的风。啊，人这个受风了，有风湿啊，不论酒性，你是啊，很久的它也能治，是新的它也能治。所以说，不论酒性。山茱萸治头晕，易经之药。白石英以咳嗽吐能之人。山茱萸啊，人要有个头晕目眩这个病呢，头发晕，天旋地转的这样子，这叫肾亏。肾亏啊，就有易经。易经啊，人家或者做梦啊，易经，或者有这种滑经的病，就是啊，不做梦他自己就走。那么修道为什么要做丹呢？做丹呢，就是为了怕这个经走了。那么你醒了就打坐，就参禅，要保持自己这个宝贵的东西。那么有的很愚痴的人，一方面练习坐丹，一方面呢，还有用这个手淫，这太颠倒了。你既然坐丹，就应该呀，没有这种欲念才对，不应该呀在。知情纵欲，顺着这个情欲去做事去，这是啊没有用的。能这山茱萸呢，它能治这种病，能治啊这个易经，这个易经之药，这是啊治易经的。这个易经呢，并不是说或者自己不是在梦中啊，或者用手淫呢、他易经了他可以治这一种病，不是的，他就是你治你不知道这个易经了，这个经丢了，这个是一种病啊，他可以能治。白石英以咳嗽吐能之人，这个白石英啊，这个药材它是啊治咳嗽的，咳嗽吐这个痰呢里边有能，它能治这种病。厚朴这味药材它能温胃，比如胃寒呢，它可以令这个胃啊不那么寒了，治这个胃寒的病，所以叫厚朴温胃，而去呕胀。你常常呕就是呕吐，胀就是胀吐，膨胀吃呢也吃不下东西，还不会呀、也不大便也不小便，在这胀着，这厚朴它可以去呕胀，胀肚就是肚子很大。前几天来那猴太啊，在檀香山就生个病，上边呢也不会打饱嗝，上边也这个气也不上来，下边气也不出去，这个气就在肚子里头这么鼓着像个鼓似的。那么以后呢，他那个名医去给他治，他好一点了，也不会走路了。在檀香山呢，他不会走路，这个名医啊
这趟去就是特意我叫他去给他治病的。嗯，他现在病好了，他到这儿来了。而去呕胀，消痰已咽。如果有痰在这个胸膈这儿，在胸，这叫胸，也很应验的。肉桂行血，一味药材叫肉桂。这个肉桂呀，有肉桂，有桂枝，有桂心，又有桂皮，这很多种的。肉桂这个药啊，是行血的，这个血不太流通啊，它可以帮助这个血流通。而疗心痛，心里头要是痛呢，它也治，止汗入神，也使人常常出汗呢，这个药它也管，不出那么多汗。说是这样说，但是这个药材呢，你用都是它的功用啊，这功效都是慢慢来，不是也吃了一点它就好了，不是那样的，啊，它要慢慢的才好。止汗入神，它能够止这个汗，好像神就有神那么效应。是在鲫鱼有温胃之功，这个鲫鱼啊也是一味药材，啊，用它可以温胃，胃寒呢，或者反胃啊，吃它都。有会有帮助的。